公元2110年1月1日，距离地球能源完全枯竭还有3650天。为了解决能源危机，人类制造了赛尔机器人和宇宙能源探索飞船赛尔号，去寻找传说中神秘精灵看守的无尽能源。上一集中，赛小西等人为了能从哈莫星返回赛尔号，想尽各种办法都无法实现。最后，在哈莫雷特的帮助下，大家终于重返赛尔号。第24集，特殊的较量。终于回到赛尔号了！这次我们帮助龙族平定内乱，可成了赛尔号的大英雄了。就是宇宙战士又回来了！我的大名大家这么快就知道了，我们要低调低调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些什么人呢？哇，是军官克罗的儿子小克！哇，赛尔号首富百事通的儿子万小通！哇，那不是美女长官爱丽丝的女儿小爱吗？哼，那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们还是先去找雷蒙教官报道吧。走。哎呦，这些是什么人呢？你好，我是队长赛小西。这位小姐，跟着这样的破烂队长真是太浪费了。我爸可是克罗哟。切，小西、阿杰达，我们走。小克，这次的精灵大赛冠军一定是你了。精灵大赛？报告雷蒙教官，赛小西小队胜利完成任务，特来报道。很好，下面不会又要布置任务了吧？雷蒙教官，我们好不容易才回来，不如让我们休息一下吧。放心，没什么大事。终于可以休息了。还有罗杰船长，他让我特别关照你们。特别关照？教官，我们不用特别关照，不管让我们干什么事情都是应该的。就是。
是。很好，你们能够这样想，我就放心了。由于你们违反纪律，擅自离开赛尔号，船长让我转告你们，你们已经被替代了。什么？不过你们几个还是有新的工作的。我就说赛尔号肯定不会忘记我们的。阿铁达，你去做资料室的保安。卡露露，你去做动力室维修工。再小心，你。哎，算了，你去做废品清理员吧。你在地球上也做过这一行的。我也没办法，出发吧。没想到上了赛尔号也是个捡垃圾的。精灵大赛就要开始了，只要是先锋小队的成员都可以来报名哦。这次的奖品是最新的稀有精灵战斗卡牌哦。如果赢得精灵大赛的胜利，就能让大家重新知道我赛小西，还有我卡露露。你看，宇宙战士又要登场了。走，我们去报名吧。你们是先锋小队的成员吗？当然是了，我可是很有名的。最近赛尔号上的人都在玩这个，看上去真帅。逃避不足。这个是我省吃俭用才存下来的1块钱，哇！把我的钱还给我，快还给我！啊，还给我！还给我！还给我！啊，还给我！哟，这个不是那个谁谁谁吗？随便拿吧。哼，我才不会这么没有骨气呢。不过这张好像是刚才我那1块钱买的。他们好像也要参加精灵大赛。哼，和这种淘汰机器人比赛真是浪费时间呢。我听说他们太久没有回赛尔号报道，已经取消了先锋小队队员的资格。这么说，我们只要把这个告诉精灵大赛委员会。啊！啊！啊！抽他！啊！抽他！你呀！阿铁达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精灵大赛委员会取消了我们的资格，他们查出我们已经不是先锋小队的成员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找受勋官克罗，重新让我们成为先锋小队队员才行。嗯，那还等什么？走了。克罗长官，帮帮忙啊！我知道你们的事迹，你们也为赛尔号做了很大的贡献，应该给你们恢复身份。太好了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我们能取得这些成绩，多亏雷蒙教官教导的好。雷蒙，就是他，可是我们的好导师。哎呦，给我出去！小西，这次都怪你。怎么了？你还不知道，小克的父亲克罗和我们的导师联盟教官可是一对宿敌呢。怎么会这样呢？那都是因为20年前的精灵大赛。出来吧，艾斯菲亚！看你的，泰瑞！Yes!
两个人谁也不服谁。难怪一提到雷蒙教官，克罗教官就两眼冒火。这下没希望了。哎，咱们还是各自回岗位吧。小心，你继续捡破烂吧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参加比赛。我有办法了。有办法了？你说雷蒙找我有事？没错，没错。看来克罗长官果然没有你厉害。怪不得他们不让我们参加精灵大赛，就是怕我们赢小克嘛。克罗长官，您也别生气，虽然您输了，也是过去的事儿了。雷蒙老头，谁说我会输你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呢？哼，明明是你输了。胡说，有本事再比比。喂，两位长官，你们可是塞尔号上的长官，可不能随便动手。那你们说怎么办？嘿嘿，我看不如这样吧，由两位长官的徒弟来代替你们比赛吧。好，我同意。小心，你代替我。好，我儿子小柯代替我。可是我们不是先锋小队的，没有资格呀。我这就恢复你们先锋小队的资格。这个成功了！塞尔号大电影四，2014年暑假全国影院震撼上映。道光千里星际天空城，传来宇宙的星星，航向霹雳银河系，满载希望和理想，寻找奇幻神秘地，勇闯浩瀚无尽头。